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看到这条留言。我知道，为了怕打扰工作，你把聊天软件取消了信息提醒，有时间的时候才会点进来跟你聊聊天。那么在我走以后，你什么时候才会又想到我，然后点开这最后一条消息呢？是的，当你看到这些话，我已经离开了。很抱歉，我没有出席咱们的订婚宴。清晨的时候找不到准新娘，你们一定急坏了吧？对不起，我活了28岁也没做过出格的事情，这次就让我任性一回吧。明天就是我们的订婚礼了。刚才我给你打电话，问你为什么要跟我订婚，你说跟我很谈得来，可这正是折磨了我许多天的事情。行了，我要跟你坦白，跟你聊得来的不是我。是初夏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让初夏替我跟你聊两句。没想到，那天你比任何时候说的话都多。于是，我很和蔼地求他帮我，一次，两次，最终。你确实逐渐向我靠近，可我却不敢说出真相。还有，你说命运有多爱戏弄人啊？那个打动你的彩虹蛋糕，居然也是出自初夏之手。沈安。尽管你说只要婚姻不要爱情，但我还是很没出息的偷偷爱着你。能跟自己所爱的人订婚，本该是件高兴的事儿，可我却夜夜失眠，因为这个订婚是用谎言换来的。好了。打出上面的这些字之后，我由衷地感觉到了轻松。不过，以后要怎么面对你，成了现在最大的难题呢？所以，我订了明早的航班，打算给自己放一个悠长的假期。不要为我担心。或许我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，能遇上另一个怦然心动。至于你，我无缘的未婚夫，有一个女孩，请你认真的考虑考虑吧。在我看来，你们虽然性格差很多，却有种神奇的默契。你们同样被爱情遗弃。却咬着牙努力地生活着。对，他就是孟初夏。另外，帮我带一句我非常想告诉他的话：初夏，要幸福。你怎么了？
居然勾引自己去。上车，沈总，你放过我行吗？我一大早起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出门就挨一巴掌外加一顿骂，我求你，求求你，让我的倒霉到此为止。不上车你会继续发生倒霉的事，比如说怎么也拿不回自己的手机。我的耐心真的很小，还不如你的身材呢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这里的实习领班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？我本来是想说这肉酱的味道不对，不过现在我想要你的电话号码，可以吗？将来一定会这样的，你拿着手机说我要吃饭，它就自动告诉你附近有哪些好吃的。对对对，到时候计算器肯定会变成一个小板子，可以放到口袋里，带着它跑来跑去的。很有可能。你对未来的幻想真的是五光十色的，相比之下，我的就朴素多了。看，就是这里，我的梦想就是在这儿盖一座属于我自己的餐厅。为什么？人活着有很多快乐是很现实的，比如升职加薪啦，比如谈了个漂亮的朋友，但是美食和自然带给人的快乐是很单纯的，
我希望我的餐厅可以给那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，来这边看大海的人一点小小的乐趣。听起来很棒。你真的懂吗，弟弟？我不想当你的弟弟。谢谢你，不过很抱歉，我只能把你当弟弟。如果我说我不想呢？别走，我是真的爱你的，你要相信，我会永远守在你身边。是吗？可我恨你。哎，应该把手机还我了吧？到了你家楼下就给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我自己可以走。以后如果董事长想跟你谈任何事，你一秒钟也不要多待，马上转身就走。还有以后？沈先生，昨天晚上谢谢您对一个醉鬼的收留，不过我的工作也辞了，相信您以后也不会再24小时派人跟着我了吧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，以后不应该再有任何联络了，对不对？谢谢你送我回来，再见。啊，不对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最好别再见。OK。木祥，起来了吗？木祥。手机没电了。嗯，我昨天晚上没电了，跟你丁发阿姨喝了点红酒，就睡在那儿了。没给他打电话吧？没有。他给我打电话，说你手机不通，我说你没在家。提出来了，哎呦，真好看！车好看，是因为开车的是我们家的菲菲。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有一种香车配美人的感觉？哦，绝对有，绝对有。啊，不过他烧的可不是油，都是我陪客户一张张的笑脸。你今天上午面试怎么样？还是一模一样的答案呗，等电话。下午还有两面，我今年算是彻彻底底的当了一把面霸。啊，
快别提面，我要方位。哎，初夏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去泰迪学长那里工作呀？想想看，啊，日夜相对，朝九晚五，浪漫的办公室恋情哦。菲菲，你怎么想的又跟我一样呢？文初夏，欢迎加入我们的 IT 界。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泰迪学长跟你的性质都不一样。你又不是不了解我，你不是很。你那一套什么不要麻烦别人的言论就不要在这说了，现在那套言论就跟牛肉面一样，好是好，但是够了。菲菲，最近你是跟面结仇了是吧？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理解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下午面试几点？1:30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走。啊，对了，我昨天晚上在楼下碰见了两个邻居，然后多聊了一会儿，回家就晚了。然后今天早上梦想就问我，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找我了？没有啊。没打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啊啊，记错了。啊，菲菲，你看这饭店，感觉不错吧？啊，哎，你看，他们家还有海鲜吃呢，但是海鲜没什么好吃的，都人工养殖的，还不如咱这盖饭呢。知道为什么这家我来的少吗？这盖饭15块钱，比那家面馆贵，但味道不错，你尝尝。主要不吃面，我什么都喜欢。嗯，香，你尝尝。好咸啊！哎，服务员，来一个大橙汁。不用，服务员，2杯白开水，谢谢啊。要什么饮料啊？这白开水不要钱，而且白开水喝了对身体好。那我要是偏想喝饮料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饮料在饭店里卖的比外面贵1倍呢。3块变6块，我觉得可以接受啊。行，那你要非要要呢，那我可事先说好了，这饮料不属于这顿饭的必需品，这盖饭我可以请，饮料咱俩得 AA。 得，不用你请，我请。服务员。啊，服务员，那咱俩别浪费，一瓶一辆，小瓶的。喂，快递学长。哎，现在下雨了，你现在是在公司还是去见客户了呀？我没在公司，我出来见个客户。那你把你现在的位置告诉我，我过去接你吧。啊？好吧。学长，我你别过来，站那儿等我。哦。走。谢
学长，你也太不整个了吧！我一个人出来是我一个人淋湿，你过去接我是我们两个人都淋湿。这样至少你能少淋湿一点，所以才让你少淋湿到一滴雨，我也觉得很值得。什么都有啊！最近经常下雨，天气忽冷忽热的。我猜你这个迷糊的性格，肯定经常忘了添衣服。我就准备了，怎么样？今天看起来我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。既然沦落到觉得你做饭好吃的地步了，也就你夸人的时候顺便开两枪。谈谈，哎，你这恋爱怎么谈的呀？谈的那么栽迷子呢？哎，打住啊，这事过去了。我说你吧，你还没有告诉李泰迪你辞职的事情啊？干嘛？又要教育我了是吧？不是啊，我觉得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，不由自主的向这个男人示弱啊，信任他呀，依靠他呀。亲爱的，我的灯泡坏了，我好怕怕哟。哎呦，我的包包现在提不动，你帮我提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你说的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听起来好厉害呀。行了，不冷。哎，但是你啊，三番四次的不告诉李泰迪你的难处，你不会真的对他一点男女之情都没有吧？不应该啊，你当初不就是听说他有出国的机会，怕耽误他的前程，所以才拒绝他的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月南，这个事儿不光我知道啊，李泰迪也知道。你这么感人肺腑的事件，怎么不让当事人知道呢？这种话说出去会让人误会的。什么叫误会啊？李泰迪不明白你的真心实意，自己心灰意冷的出国，这才叫误会。哎，知道泰迪学长要出国，跟拒绝他对我的表白一定要有因果关系吗？我一直都是把他当成很好的师兄，很好的朋友，从来没有想过别的。当初他对我表白的时候，我也吓了一跳，尤其是他还要为了我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，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所以我就拒绝他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这话我已经讲出去了，你可别指望我跟他解释。你要是不想要他因为当年的事情再伤第二次的话，你最好也别去解释。泰迪那么好，怎么就对他不来电呢？也没关系，反正呢，过去就让他过去吧。你不是也说吗，爱情远得要命，如果谁愿意跟你好，你就愿意跟他走，那泰迪学长不正合适吗？菲菲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泰迪学长特别好？那他就应该配一个更好的女孩，不是吗？他跟我不一样，我就是想找一个能跟我牵手过一辈子的男人就行了，但是他完全有资格去配一个更好的女孩，来全心全意的爱她，不是吗？
这个项目呢，我们就跟着计划去做，怎么样？行。好，那就怎么了？哇，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，下次继续。James， 你怎么了？你跟了我那么久，没有这么失态。董事长，您让我去查的那个孟楚夏，这是他的相关资料。要不，我们把这情况告诉总裁。别说了，我自个儿去处理。你说什么？作为沈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决定派你回美国去负责那边。Hello， 帮我敲一下老崔他们几个大股东的时间，就这几天安排个饭局。哦，对了，不要让妈问他们知道。沈哥哥，你刚才跟安琪吵架了？谁告诉你的？我了解你啊。董事长他想把我调回美国去。为什么？何若男临终前托我照顾孟初夏，董事长觉得不能容忍。其实回美国也挺好的呀，毕竟你是在那长大的嘛。如果你愿意回去的话，我也可以陪你回去的。我不会走的。啊，因为初夏姐姐吗？因为我自己，曾经有段时间我的人生完全不由我自己控制。董事长按照他的意图书写了整个故事，最近他的一系列作为让我又回忆起了当年那种非常糟糕的感觉。沈哥哥，
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？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肯告诉我呢？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了。总之，我不想让历史再次重演。这一次，我的人生必须由我自己掌握。那，你打算怎么做呀？只要你高兴，我怎么都行。亲爱的，你觉得这家餐厅怎么样？是我朋友开的 ，Lontano， 意大利语，在远方的意思。是不是感觉挺浪漫的？是，是挺不错的。不过，菲菲。今天咱俩的约会可不是我提出来的，也不是我安排的，所以你放心，这顿饭我请。亲爱的，你快尝尝看嘛，虽然说你的牛肉面真的很好吃，但是这家的菜绝对也不会让你失望。哎，菲菲，刚才你点菜的时候为什么菜单连看都不让我看呢？我想现在重新看一下菜单可以吗？怎么了？是不够吗？要不要再叫服务员再点一点？不，菲菲，我就是想看一下，今天咱们这顿饭到底花了多少不必要的钱。你尝都没有尝过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呢？这和尝没尝过没有关系。你看啊，它再好吃的美食，它到你的嘴里的享受只不过几秒钟而已，它最后还是要到肚子里，它完成它的饥饿感。只要咱们吃的食物够干净，补充完我们每天所需的维他命，那其他的钱都是浪费的。再浪费也不都是我的钱吗？你就不能微笑着陪我享受这顿美食吗？这和谁的钱没有任何关系，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消费关键问题。菲菲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们家就是做生意的，我太知道这里边的陷阱了。你看，那些贵得要命的衣服，那些大酒店，就比如这家酒店，还有那些食物，你知道它里面多少陷阱吗？它就是为了骗你钱。我觉得吧，人生在世，就是为了要吃饱和穿暖，其他的一切都是虚无的。菲菲，在我心里呢，你不是一个浅薄的女孩。你知道什么时候我真正爱上你？就是你吃饭时候的笑容。好了，我错了，下一次我还陪你去吃面。可是亲爱的，我们现在能不能好好的把面前这顿饭先吃完？我真的太饿了。知道错我们补救还来得及啊，要不我们把这顿饭给退了。什么退了？这沙拉叶子都蔫了，你怎么退啊？这些菜我们根本就没有吃啊。再说了，像这种店他们很注重声誉的，只要你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就能退。你看我吧。服务员，哎，等等，你每天都开着豪车到处兜风，你花的油钱都比这顿饭钱要贵了，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谈节俭呢？这完全不一样，我的油费是可以报的。初夏，嗨，裴学长，没想到
菲菲把你也叫来了？是啊，本来要开会的，不过想想可能你要来，就算来坐一坐，聊聊看看。啊！我说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了？空欢喜一场，我还以为我们家菲菲总算答应跟我单独约会呢。他那里。这个菜味道好特别啊，好像有草莓的味道。谢谢，这小妹妹。这个事情怪我，我们公司跟沈氏一直有合作，我却忘了带你来尝尝。这有什么呀，我自己都来好多次了。你来很多次了。哦，我之前不是在沈氏工作吗？哎，菲菲，我差点忘了，你真跟那小郭掰了是吗？嗯。菲菲，每次见你分手都这么潇洒，真的没事啊？要再这么一碗面一碗面的吃下去，我才真要有事了呢。对象错，就算我哭断肠子也没有用啊！这个阵地失守了，就赶紧往下个阵地冲。哭哭啼啼的又得不到胜利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们三个人说干什么？哎，你们中间有的当了逃兵，有的干脆走错了阵地。菲菲，我怎么可能是走错阵地的人呢？我生下来就是为了攻克你这座城池。哎，泰迪学长，你呢？你是当了逃兵，还是走错了阵地？或者说？有了目标阵地，却还没有准备好呢。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士吧，也有可能是我的阵地太过于顽固了。我就想好好守着我那颗阵地，等他被我打开他的大门。